想要逼安尼忍耐，安尼吞忍，你就是为着顾囝。结果你今仔日为着安尼会牺牲的时阵，你敢有顾着囝？每一次，每一次，而且每一次都说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喝了。对着镜头再讲一遍。喝醉酒第一次就不可以原谅。他就说他很对不起我妈妈，就讲了那句话，他也就是今晚八点国民大会。